让我们继续看下面下一个单词啊，下一个单词叫做 avaricious。Avaricious 这单词叫什么？叫贪婪的，或者就是贪财的。刚才咱们提到一个词叫七宗罪的贪婪贪财，哪个词？叫 greedy， 还记得吗？那个单词啊，那么又一个这样的一个单词叫做贪婪的贪财的。那么这个单词呢，怎么去记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首先我说一下它呢，如果通过词根不太好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通过词根的话，这个 av 作为词根，本身表示的是就是贪婪。这词根下面就用这俩词儿，两个单词大家可能都没学过，所以就比较难记了。av 啊是跟这个贪婪有关啊，所以我建议大家通过谁去记呢？你看啊，一共这样两个词，我建议大家通过它的名词，先记它的名词。大家先记一下这个名词，叫 avarice 叫什么呢？就是名词贪婪，贪财贪婪啊。你看这个单词从长相上来看的话，我都说到了，它没有这个同源异体，咱们学过的一些熟词，你就只能通过联想通过谁？就是联想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形近词，一个拆分呗，一个形近词，一个拆分。那拆分这个很明显，拆分一个熟词就大米，这样去记，就是贪婪什么呀？大米里边有个大米。AVA 呢，就把它想成一个人的眼睛、鼻子、眼睛。咱们之前讲了一个词叫做雪崩，大家还记得吗？对不对？雪崩那词叫做 avalanche。也是一个人的眼睛鼻子瞪大眼睛看着一堆粮食，因为粮食嘛也是财富的象征啊，这样就想 avarice 大米贪婪大米贪婪大米。你名词记住之后记形容词就很好记了，就是它后面变化一下呗， avaricious 啊。接下来下一个就是它的另外的一个派生词啊， avid 啊，形容词，另外一个派生的一个形容词，这个词也叫贪婪的， avid， id 形容词后缀嘛， avid 贪婪的。它第二还可以表示什么叫狂热的，比如说我们说狂热的粉丝，对不对？你看看你如果现在你自己偶像的时候已经有一种失控的感觉， avid fansAvid football fans， 狂热的球迷啊，所以这个 AV 下面一共这样两个，一个是 avaricious 贪婪大米，闭上眼睛想一想还能不能写出来啊 ？AVA 加一个 rice avaricious， 第二个叫做 avid， 啊 avid。好了，那么这里面这个单词到这里也是一样，不多说了啊，叫贪婪的贪财的啊。那么这里边我补充一下同义词啊，这个词跟下面就这两个词，补充一下同义词啊，同义词有这样几个，第一个词啊，咱们作为一个近义词或同义词的一个补充，第一个叫做 voracious， 啊 voracious， 下一个词叫做。Covet， 啊、哦，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两个单词。第一个词叫做 voracious， 哦，我刚才刚刚讲过一个单词叫做真实的，怎么说？还记得吗？那个词是这个词吗？不是吧？有印象吗？是不 very 开头的？就差一笔，那叫 veracious， 那叫 voracious， 那叫真实的。而这个叫什么呢？叫贪吃的，贪婪贪吃的，一般强对吃的东西很贪婪，贪吃的。为什么贪吃的呢 ？acious 再来一遍，后缀形容词叫什么什么东西很多的。那么这个 vor 呢，作为词根呢，就是跟什么有关？吃有关。它为什么跟吃有关呢？它为什么跟吃有关？咱们想一个这样的一个单词，就是离婚这个词。离婚叫什么？叫 divorce。你看看为什么叫离婚？现在能解释了了这个词吧 ？di 表示分开嘛，分开 divide 嘛，分开嘛，分开吃，这就离婚了。divorcee 嘛，后缀嘛，名词也是动词嘛，对不对？就是分开吃。你上你妈家吃，我上我妈家吃，离婚啊 ，divorce 啊，所以跟吃有关系。咱们以后呢还会再见到，比如说你看大家有没有背过这样的词？托福阅读里也出现过什么呀？比如说我们说食草动物，咱们刚才讲过草怎么说 ，herb 嘛，叫 herbivore， 是吧？后面还有什么食肉动物 ，carnivore， 对吧？啊，这咱们在后面也会再次强调。你看有没有印象啊？如果曾经背过一点单词的东西，看有没有印象？食肉食草啊，第一个食草动物 herbivore， 食肉动物叫做 carnivore 啊，所以这个词叫做吃得多，这样去记。通过离婚去想一想，吃的多，非常好记。造词非常直接，只要能明白这个词根的意思，这个单词就非常好记。voracious 啊，贪婪的，贪吃的。下一个词叫做 covet， covet 叫什么呢？叫做这是一个动词了，及物动词，叫做垂涎觊觎。它的形容词也是后面接 ous， 叫贪婪的，垂涎的，贪婪的，垂涎的 covetous。你看，觊觎人家的美色是吧？啊，垂涎他们的啊这样的一个什么什么财宝东西都可以啊。作为动词是及物动词，形容词后面加 ous， covetous， covet。啊，叫垂涎觊觎，也是有一种贪婪的感觉啊！你看看啊，这个词怎么去记呢？我们可以跟它放到一块儿去记，做一个形近词对照去记。下面有这样的一个词 ，covered，covered， 它们最核心的，它们的词源是来自于谁 ？cover， 啊 ，cover，cover 就是要覆盖呀、啊，对不对？你看 ，covered 加了个 t 之后，辅音造成这样的一个形，这个 t 是没意义的，就加了一个被盖住的东西，挡住了。比如咱们说，在这有个东西把它挡住了，我这后面是什么东西被挡住了，看不见嘛。所以这个 covered 是形容词，什么叫秘密的？就是被盖住的，叫秘密的，不知道是什么。那么你可以把它的反义词写在旁边。你看这两个词就差两，就差一个字母 C， 这个字母。你看这个叫 overt 啊 ，C 字母呢，咱们知道单音节词汇，我说一下啊 ，C 开头的单音节词汇，通常 C 字母的特点是什么？通常是表示一个包围的感觉啊。C 字母的特点通常是跟包围有关。我刚才我讲了过 ，N 字母是不是跟否定有关？对不对 ？N no not nil 虚无没有山虚无 N I H I L 还记得这个词吧？那么 C 呢，通常是跟包围有关。
第二个呢，表示什么呢？表示一起，一起共同的意思。你看为什么不包围啊？咱们举几个例子啊，小汽车 car 包在里边的吧，鸟笼子 cage 学过吧？对不对？哎，你看一看核心，买笔记本，双核处理器，双核核心 core c o r e， 就它都是一种包围的感觉啊，都是这样的一种包围的感觉。那这也是一样，你看。被盖住嘛，是包起来嘛，这不有封面嘛，也是包起来嘛。这次呢，被盖住叫秘密的。那说这个包的东西拿掉了之后 ，overt 相反，一个是秘密的，一个是明显的。overt 读一读啊 ，covert c 拿掉了，露出来了，明显的 overt。这俩词就差一个字母 r， 不要看错了，也是嘛，这东西全我归了，全归我了，全被我给包起来了，这样的一种感觉。covet 叫做垂涎觊觎，都是来自 cover， 这东西我全盖住了，我全给夺走了啊，这个叫做 covet。啊，垂涎秘密的，你这样去记也行。所有越是秘密的东西，人们越想得到。然后你是发现这个东西，对于这个秘密的东西，人们都想得到神秘的东西嘛？像比如说宝藏啊，一些像金庸小说当中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啊、武功秘籍呀、啊，越是秘密的，人们越想得到它，都想知道为什么倚天不出，谁与争锋，都想知道这种感觉，叫 covet， 叫垂涎觊觎。所以大家把这几个词串到一起去记啊，贪婪垂涎的词啊，贪婪大米。第一个，闭上眼睛想一想。贪婪大米 ，ava 加 rice，avarice， 形容词是 avaricious。下一个词叫什么呢？叫 voracious， 吃得多 ，covet。好，结束。好，让我们看下一个词，叫做 avert。大家看这个单词啊，叫 avert。avert 这个单词叫什么呢？叫做转移、避免。它第一个它等于 avoid， 避免 ，avoid。第二边是转移啊，你比如咱们上课的时候，老师看你一眼，你把这个转移了你的这个眼睛，避开了这样的一个你的这个目光，这叫什么？叫 avert your eyes。啊，避开了你的眼神，不想看你，不想跟你对视，这叫做 avert 啊 ，avert 啊。这个词呢，不是特别好记啊。你看啊，把这个跟 avoid 放到一块儿去记一下，等于 avoid 啊。那么这里面它有个词根啊，这个词根呢也是派生词比较多一些。vert 呢，我写在上面啊 ，vert， 它和这个 vers。这俩就是同根的啊 ，st 这还是一样，咱们已经讲好几遍了啊。次元转化第五条 ，std 这仨字母是一样的啊。表示什么意思呢？叫做 to turn 叫什么呢？叫做转啊，转动、转变的意思。avert 和 verse 啊 ，vert-verse 它表示的是转动、转变的意思啊。那么哪个词能佐证它？我希望大家先把这个词根记住，然后它下面的词你才能。比较顺畅的把它记下来，因为这词根你要不记得，记不住的话，不明白它的硬背肯定不行。用几个熟词，大家回一回。有个词叫转化，怎么说？转化 convert， 就是改变嘛。通过这几个熟词去想一想，琢磨琢磨。如果你说老师 convert 这个词，这个四级词汇、四千词汇我都没有学过，你总学过高中词，高中词那个高中词叫什么？叫周年纪念日。想一想怎么说？叫做 anniversary。你看这里边是不是叫做转吗？又转回到 any， 其实就是年嘛，又转回到一年的这一天，又转回到今年六一，又过节了。anniversary 是这种感觉，所以是跟转变、转动有一些关系啊。A 强调的是加强，所以就是转移，转了这种感觉啊，叫 avert 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有一些派生词，第一个 avert， 第二个 advert， 这一组派生词呢比较多一些啊。下一个词叫做 revert， 下边 divert， 继续下一个叫做 pervert， 下一个词啊。叫做 controvert， 下边叫做 subvert。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第一组词啊，接下来往下写。第二个叫做 adverse， 啊 ，reverse， diverse， 下一个 perverse。P-E-R-V-E-R-S-E 啊，后面全是 verse 啊，后面全不变啊。下一个叫做 controversy 啊，下一个叫 subversive。好，继续往下来看啊，看这边还有，下第一个叫 extrovert， 下一个叫做 introvert。这个词群呢非常庞大，所以大家也要多读啊，多读一读它 introvert。下一个叫做 vertex， 下边叫做 vortex。好，下一个叫做 versatile， 下一个叫做 vertigo。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样的一组词啊，大家来看一下啊，有这样的一组词啊，这组词呢派生词比较多一些。第一个单词啊，我们先来看这边啊，第一个叫做 avert， 第二个词叫做 advert， 动词动词，下一个词 revert 动词，下一个 divert 动词 ，pervert 动词名词，下一个词叫做 controvert 动词，
下一个 subvert 还是动词啊。这边呢是对应的一个组词，但这边的意思跟它们不太一样啊，要一样我就不反复写了。第一个叫 adverse， 下一个叫做啊，注意在最前面了。下一个叫 reverse， 形容词也是动词。下一个词叫 diverse， 形容词 perverse。形容词，这地方写的有点乱啊 ，perverse 后边不变的啊。下一个 controversy， 名词，啊，下一个叫做 subversive， 形容词。好，我们先来看左边这一组词啊。那么第一个单词刚才说了叫转移，第二个单词叫什么呢 ？advert 这个单词呢不太好背啊。那你看这两个词刚开始记的时候特别容易记混啊。advert 表什么意思呢？叫做注意 ，pay attention to， 啊，注意一下啊。这个你怎么去记呢？才能不记混呢？你把哪个词写在它的旁边呢？写在这 advert 旁边，你把那个广告那个词。写在它的旁边，这俩马上就有区别，肯定就广告的前半节叫注意广告，你就这样记，注意广告 ，advert advertisement，advert advertisement。你看，一个是看这样的一个动作，注意它；第二个呢，就是跟它长得很像那个是正好相反，叫转移，这样去记，一个是注意，一个是转移啊，通过那个广告去记，注意广告，注意转移。下一个叫 revert，re 画一个横线，旁边写取自 back 向后。所以这个词你记住我的一个解释，你看转回来，往回转，转一圈又回来了。这个表什么意思呢？叫做回到原来的话题。Revert to 啊，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啊。比如上课讲讲跑题了啊，来 revert to the topic before 啊，回到先前的这个主题上来看一下啊，这个叫做 revert to， 就 come back 这种感觉，回来，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啊，或者翻译成叫做恢复原状，恢复原来的状态，恢复原状都行啊。revert 下一个词叫做 divert， 大家看这个单词啊 ，divert 这个单词呢 ，di 作为前缀来讲 ，di 作为前缀来讲表什么意思呢？表示 apart。还是离开分开离婚的离吗分开的分吗记住我的一个解释你看叫做转开记住我的一个解释你看往旁边转转开了第一个意思就翻译成叫做转向啊，转向开车转向转改变方向 divert 它的第二个意思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意思叫什么呢叫做娱乐啊，叫做娱乐 entertain 娱乐消遣它的名词 diversion sion 结尾大家可以把写在旁边我这地方写不下了啊 diversion diversion 表什么呢叫做这个转叫娱乐啊，叫娱乐。第一个叫转向，第二表示娱乐的意思啊，娱乐或者是转向。下一个叫做 pervert， 大家看这个单词啊，叫 pervert。pervert 这个单词呢，它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的意思叫做，你看这怎么转 ？per 作为前缀来讲，大家看一下啊 ，per 作为前缀来讲，它表示的意思叫做 through， 还是去我跟大家说这个意思，由始至终贯穿，一直在变，一直不断的变来变去，不断变来变去，这叫什么呢？名词叫做变态。名词的时候注意它的读音，它读成 pervert。名词这样去读了，名词读成 pervert， 动词才读成 pervert， 名词读成 pervert 啊！你看，记住我的一个解释：加强在转，一直在变，今儿这么变，明儿那么变，变来变去，这是变态。如果作为动词来讲，叫什么呢？叫做曲解、误传。把一个事情，你看一直在变，我就把这事儿跟你这么说了，他给变了一下，又那么说了，再变一下，那么说了。所以最强的是把一个事情变来变去，叫做曲解、误传一个事情啊。pervert， 名词是变态 ，pervert， 一直在变是变态啊。下一个词叫 controvert，controvert 作为前缀来讲呢，见过这前缀吗？Contra 如果作为前缀来讲呢，它表什么意思呢？表示的意思叫做相反。Contra 表示的是 against， 叫相反。咱们学过一个词组叫做 on the contrary， 大家见过这词组吧？对不对？相反，所以转变成反方向，转成你的对立面，叫做反驳啊、嗯，叫做反驳的意思啊、嗯，叫做 controvert 啊、嗯，反驳。下一个单词叫 subvert， subvert 这个单词呢，你看是在哪转？在底下吧，是不是在底下发生了一个转变啊？从底下给翻上来的感觉，从底下人民底层发生了一个转变，叫什么呢？叫做颠覆。比如说我说个短语，大家就明白了。你看 subvert the government， 把政府从底下给翻上，翻个底儿掉啊，这种感觉叫做颠覆政府，颠覆的意思叫做 subvert 啊。它的第二个意思就翻成破坏，颠覆政权那肯定是破坏这个国家的一个政治了啊，叫做 subvert 啊，叫做 subvert 啊。这几个词从头到尾跟我过一遍，看一看啊，忘没忘？什么广告啊？看广告，注意 ，avert 转移，这俩是一对 revert 转回来，叫回到原来的话题。下一个 divert 转开转向，第二个叫做娱乐消遣娱乐。下一个 PR 表什么？是 through 啊，一直在变，叫做变态。下一个是 controvert， 转成你的反面，我说过叫做反驳你，转成你的对立面反驳，在底下发生反转，在人民底层，你想想农民啊。发生一个歧义啊转变，最底层的人发生转变，叫做颠覆的意思，颠覆啊。嗯好，我们来看这边的词。这边的词呢，我们先来看最后一个 subversive。subversive 这俩词意思一样，它就是它对应的形容词。第一个意思颠覆性的，第二个意思破坏性的，它意思没变，所以不用强调了。controversy 跟它意思也是没变，但注意它的名词怎么变的 ？sy 结尾 ，controversy 叫什么？叫做你看反驳、争议啊，有反驳有争议，叫做反驳争议的意思。controversy 它的形容词叫 controversial， 去 y 加 ial。形容词啊 ，controversial， 去 y 加 ial，controversial 啊，叫做有争议的啊，有争议的。
好，下一个单词叫做 perverse。perverse 的意思跟它也是没有差太远。你刚刚说名词叫什么来着？一直在变的变态吧？变态什么特点？叫任性的、善变的。perverse 一直也是一直在变来变去，任性的，啊，任性的。或形容事情的话，表示不合情理的，总变来变去，这不合适吧？啊，叫做不合情理的，叫 perverse。下一个叫 diverse， diverse 非常简单了，这是托福当中最基础的词汇了，叫各种各样的。这俩千万不要记错，它可不是多样化。多样化怎么说？多样化叫 diversify， 对不对？ diversify， 而这两个词根本不搭嘎，意思完全不一样。各种各样的，这是娱乐，放到一块，各种各样的娱乐 diverse diversion， 它的名词形式是 sion 结尾。那多样性的名词怎么说？ diversity， city 结尾啊， city 结尾，这是不一样的啊，各种各样的，这是娱乐，意思完全没有关系啊。好，下面这个单词呢叫做 reverse， 大家看一下啊。reverse 这个单词呢，它表示什么意思呢？这个呢也是生活当中的词汇，这也是比较基础的词汇，叫倒车，动词倒车，形容词就是后退的、倒退的、颠倒的都行。reverse 啊 ，reverse 啊 ，reverse 往回。最后一个叫 adverse 叫什么呢？叫做相反的啊，相反的，也是跟它没有关系。这是广告的前面是注意广告，注意 adverse 这叫做相反的，或叫做敌对的、逆的都行。相反的、敌对的啊，比如说我们说大家，我建议大家通过词组去记了。你写一个词组，比如说逆风，你可以叫什么叫 adverse wind。比如说你说这个逆境，你可以叫什么 adverse circumstances 都行。circumstance 叫做环境嘛，情况嘛，不利的情况，逆境叫 adverse。啊 ，circumstance 啊，好了，那么这组词到这里就不说了啊，跟着过一过啊。底下发生转变，颠覆性的转成反面，争议啊，变态的特点叫任性善变，各种各样的娱乐 diverse diversion， 还是转回来倒退后退往回转啊 ，adverse wind 像相反的啊，风叫做逆风，逆的相反的。好，那么这组词相对来说好记一些啊。第一个叫做 extrovert 和 introvert， 这两个词呢都是名词，一个叫做外向性格，一个叫内向性格。你看一个往外，一个往里。往里转，往外转，内向性格和外向性格，第一个是外向性格，第二是内向性格啊。好，下一个词叫做 vertex 和 vortex， 这两个词就差一笔，看到了 vertex， 第二个词是 vortex 啊，两个都是名词啊。这两个名词放到一块儿去记，第一个词，那如果我们要考数学的同学啊，如果你要是一个 SAT 的考生的话，和 GRE 的考生的话，要了解一下，就是这个 vertex 表什么呢？叫三角形的顶点。啊，表示的是三角形的顶点。第二个单词呢叫漩涡，漩涡也是转嘛。这俩你怎么记不会记混？你看转圈的，圆圈在中间的这个 O 的，注意转圈的这个是漩涡，叫 vortex。vortex 顶点和漩涡是一组，顶点和漩涡是一组啊。好，下一个单词叫 versatile， 这个在托福当中是一个重点词，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词汇了。versatile 也是变 ，at 啊。还有一个 ile， 这个 ile 大家画一个横线啊，这个后缀以后会大量见到。ile 呢，如果是形容词后缀的话，表示的意思叫做异于怎么怎么样的。ile 如果是形容词后缀来讲的话，那表示的意思叫做异于怎么怎么样的。那所以叫异于怎么的？是不是异于转变啊？异于变化，叫做多才多艺的。因为咱们说这人一会儿啊弹琵琶，一会儿吹吹长笛，一会儿呢弹钢琴，最后一会儿啊敲敲三角铁，这种感觉，这人多才多艺。你看异于变化，异于改变，咱们说这人啊72般变化，这种感觉，多才多艺的，多才多艺的形容词。好，最后一个单词，最后一个单词是名词，叫 vertigo 啊，这个词也意思非常好记。你看 go 是不是要走啊， vert 叫转，边走边转， turn 嘛就转变嘛，对不对？边走边转叫做眩晕， feel dizzy giddy 或者是 dizzy 都行，叫 vertigo 名词，眩晕啊。你看你边走边转，边走边转晕了啊。那所以这边这几个词相对来说很好记的啊，不太容易混，主要是这边的词容易混。但这组词边的词你一定要通过谁去记？你要通过前缀去区别，一定要通过前缀去区别啊。咱们把这几个词过一下，外向内向啊，转圈的圆圈在里面是漩涡，漩涡和顶点是一组。异于怎么怎么样的，咱们学过一次易碎的怎么说，学过吗？ fragile， 你看这异于变化，多才多艺，边走边转，叫什么呢？叫做眩晕啊。好了啊，那么这里边啊，最后补充两个词，哪两个词呢？大家在那个相反的那个词旁边写一下，就是敌对的。刚刚说逆风叫什么？叫 adverse wind， 对不对啊？我们说逆境叫 adverse circumstances 啊。那么它旁边派生出这样两个词，一个叫做 adversary， 还有一个叫做 adversity。他就把这两个词呢补充在那个 adverse 旁边啊，补充在那两个词的旁边啊，都是跟逆的有关。你看第一个 adversary 这词叫什么呢？叫做敌人对手啊。我在之前的课程当中给大家讲过一个词，还记得吗？敌对，敌人对手，相反 antagonist， 我让你还没有印象，老师来句相反嘛，行动嘛，做相反行动的人，敌人对手 adversary 是一样的，敌人对手 opponent， 对不对？ opponent 还有什么意思？还有我们说像这个 rival， 对不对？都给大家讲过啊，这样几个词啊，叫做 adversary。 那么这个 ary 我强调一下啊， ary 呢
结尾的词呢有什么特征呢 ？ary 结尾的词一般来说表示的是名词后缀和形容词后缀。那么如果是名词的话，有一个特征就是人或地点居多，一般表示人或地点。如果是名词的话，表示人和地点，所以这是敌人 ，adversary 敌人。第二个单词 adversity 名词叫逆境，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叫做 adverse circumstances 啊，叫做逆境的意思啊，还是相反嘛，不利的境遇。啊，那么这俩放在一块不要记混就行了啊。你怎么去记不会记混？你看，如果你是老师，这两个总记混，哪个是敌人，哪个逆境分不清，它总是相反的嘛。你可以把后面想成城市 city 结尾的，在城市遇到逆境，这样去刻意去想一下，这里马上就会区别开，一个是敌人，一个是逆境啊。在城市结尾的 city， 把它想成 city 的感觉 ，adversary adversity 啊。好了，那么这次就彻底结束了啊，彻底结束了啊。好，让我们继续往下来看看下边下一个单词啊。